So work and play 这两个你要 balance 一下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工作啊，但是等一下啊，摩托车你看一下就行。What was I saying? Work and play 要 balance 一下，虽然等一下要去工作，但是下午要带女朋友去看电影，但是呢，如果我在工作之前没有买电影票啊，就完了，因为完了之后真的是买不到，所以我们先去买电影票，再去上班。现在有这个用券，现在比较便宜，一次卖二十张，好像是十张。Let's go。要最后两张，最后两张。All right， 来到八大了，你看看。遇到了同学，这位就是科科。哎，科科，有的时候来上班，电梯会遇到人啊，那有摄影机就比较不尴尬了啊。我们都一样，哎，都一样。All right, let's go。害羞，是吗？对啊。我有一个秀叫 The Benji Show。真的？对啊，画 Benji 哦。画 Benji 哦。画 Benji 哦，因为 Benji right， Benji。懂了，画Benji，对Benji啊，嗨，哎，其他的同学都来了，都同学，你是要跟我吗 ？Yeah，All right， 我叫Dati，Dati，我叫白白，白白，我叫云奇，啊，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们？八大综合台，同学搞什么鬼？你们要帮我订阅的Benji Show在 YouTube 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半免钱。因为我是 Benji 啊，哦，有这个松懂吗？松张大宇，对，张大宇，我这可以吗？可以 ，OK 啊，好好，确认一下，如果不喜欢我就把它关掉 ，OK OK， 好，那进去之后比较吵啊，我就不跟你们对话。妆发就是这样，这边非常的吵，要顺便re稿，这就是我的故事啊，顺一下我的故事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，有一个南非事件，你知道南非最近那个事情吗？很恐怖吧？所以这是反种族歧视 ，right？ It's crazy， 就是真的新闻哦。3月11号的新闻你就可以看到，台湾也有报道。好，拖把好了，我要进去了。噔噔。Right， 八大电视 baby。哒啦啦 ，Yo， 好久不见 ，What's up？ 我花一年时间学摄影啊，练习久了就会了，慢慢会。最难是对焦，对焦在搞死我。闭麦 ，All right， 现在是闭麦的时刻，这是所有的同学啦 ，Right？ 我有一个 The Benji Show， 画 Benji YouTube。现在已经有了，你 YouTube 帮我订阅一下。Right， 哎，别好麦了 ，Cool。有看到。有人订阅。啊？认真一下，订阅。哎，真的订阅了。真的。All right。打什么？你就打跨免钱。哦。打看免钱就有。看免钱啊 ，All right，Awesome。等一下我就住在这里，然后这边呢，这是一个新闻的报道。关于南非的事情，如果要听这个故事，要锁定八大电视台的。同学搞什么鬼？好了，我们录完了，抓到这两个大咖，帮我祝福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豆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子成。这边要祝福《Benji Show》呢，能够这个追踪点阅数都超级爆表，好不好？订阅人数爆破。对，一定要来看一下班杰送给你的正能量，赞。Yeah。谢谢大家。工作结束了。很吵的台北市 ，right？ 然后现在呢，在梅花戏院等女友的出现。她今天不知道我在用 GoPro 录吧？等她，我等我女朋友还要来看电影。
是我女朋友。嗨，我叫 Cindy。对，她叫 Cindy， 她看起来很漂亮，对不对啊？以为她是小模特，然后不是啊，她的工作就是在教育类的。对，跟高等教育相关，那走进来一点吧。好。我们今天看的是没有海报。没有海报。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 Pacific Rim 2。你看，我看，我刚买了脏汤包。啊，脏汤包。对。这个、你知道吗？它哦，里面全部都是巧克力，然后会让你越吃越脏。原本要去楼上吃，但是人太多，看我们吃脏汤包可能会不好意思。也会不好意思。我会不好意思。我也会不好意思。哇，我吃不会脏，是功夫番茄，我手都已经脏了。脏啦、它的面包很 Q 弹，然后里面呢，满满的巧克力。你可以吃到中间，然后给我吃到它的馅。还没有爆浆。怎么会这样？但是脏，我觉得有了。哎，爆浆了。Squeeze。它是可可粉，对不对？外面这一层。如果你呼吸太用力的话，会呛到。认真吃，不要呼吸啊！我的嘴巴有脏吗？没有。我的没有脏。没有脏。你得体一点，好。不是 dirty 的，没有，很得体，很得体。它如果热一点，应该是。把呼吸罩没了。今天还有很多事。你是不是很爱吃巧克力吗？超爱。我觉得我吃不下了。好。到底真的有很脏吗？其实还好，不至于到那么脏了。你的手就不会那么整洁。真的要配个饮料呢，要不然就是太黏了。Cheese。All right， 我们看完了电影评感想，我们要分两个阶段， yeah. 先讲不破梗的，再讲破梗的。如果你喜欢在东京怪物跟一些机器人打架，这个动画不错。80年代哥斯拉那种感觉，现在科技有进步嘛，所有的动画都会比较逼真一些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样破梗的吧。如果你还没看这个片，你不要知道的话，你先转台了啊。You like Scrappy？ 哎呀，里面它有一只新的机器人 ，Scrap 就是废铁的意思，饺子的非常迷你的，Jaeger， 野格。我也很喜欢野格。对，不是说酒吗？哎，对，它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变成一颗球，用滚的，比其他用走路的那些大只的机器人还要快。金迪在旁边，哇，这盖比好可爱啊，好可爱。我觉得美国政府跟 I don't know globalists 我在投资这部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男主角是黑人，白人，他的角色算是要站一旁，让黑人去成就这个地球。支持黑人成就地球是年轻的白人女孩，就像那个民族长这样，民族长都是年轻白人女孩比较多。最后厉害的就是中国人来协助这些民族长跟 globalists 来成就地球。一个演员叫景甜，哪一个景哪个甜？风景的景跟巧克力那个甜。他其实演得不错，气势很足。做那个比较小的那个机器人去协助那个黑人跟白人去成就地球。对，他一开始的时候装特别，但是后来他变成好人的时候，他的妆就稍微淡了一些。这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好人变坏人，转泪点就在这，妆变得比较淡。不用脑袋哦，就是傻傻在那边看啊，就会被娱乐到。这样打发一个下午是 OK 的。啊，隔壁有一个不错的咖啡厅，手冲咖啡。Right， 然后你带一个脏脏包，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一个约会行程。没错，我推这部电影。我们要转弯。哎，没有，还可以继续走了。对啊，跑。哈哈哈！哎，这个看起来也蛮好看的。这个。约会大作战。毁灭大作战是毁跟毁。那边远远的。哇哦！你扯到自己的头发。那个女生叫什么？今天我们查到英文的，搞不好我们念错。No.